里有？我再找一条路。路？什么路？走投无路，还是梅花路？高速公路，还是后退路？欧巴，你，我不行。啊，不可能是后退路，有点多了。我再找一条路。这条路叫做阿姨西德路。到底是闹够了没？嗯？到底有没有要录影啊？当然要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录了。欢迎收看《百变智多星》，一起动脑筋。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啦，哈，那希望呢，我们透过呢轻松益智的游戏节目呢，来可以带给大家轻松的夜晚。对，在每天晚上七点呢，给大家不同的面貌，在欢笑当中吸取一些知识。至于效果，就是你担当了，对不对？那知识我来协助你。是，那颜值的部分？颜值当然就是我们两个喽，这需要多问吗？都是百变智多星的。对，讲到百变，其实今天第一集首录大来宾是。大有来头哦！哎哎，听说都是卧虎藏龙。没错，都是百变界当中的翘楚。首先欢迎资深老魔队，欢迎。请跟我一起出来，跟我一起出来，还有马里奥，还有潘老师。是。哦，听过这个部分，这是新歌吗？因为我20年前就听你唱过。人家这首歌是在时代广场有播放，时代广场有播放了，是他的粉丝哦。潘老师自掏腰包60万呢，时代广场来播放这个，别人付的啊，别人帮老师付的，谁会有那么多的冤枉钱呢？不可能嘛！啊，你们俩生日是同一天的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讲到生日就代表吼，发现自己年纪到了，是怕长江后浪推前。对对对 对, 對，我们还是有小魔队哦，百变小魔队，掌声欢迎！耶，年轻的比较好，我们吴尊、LB 还有张立东，吴尊已经哇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500，伍佰老师先来一段，泛滥江水将我冲向你的尽头，好心好心哦。加了这个，我就变1500，好笑，谢谢。道具都是我的道具，很有诚意的，他还自备道具。我想也给老魔队很大的压力。是老魔队用什么应战？哦，我们我跟你讲，我们根本不必去装扮，我们有什么好装扮的？我们天生就是，就说不会。好强啊！期待你哦，主题曲。I see you, I feel you. 赶快赶快！哇！要沉船了，要沉船了！哎呀，不要讲都像啊！我跟你讲，不用怎么样都像，这算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小事啊，更别说这一招了。哎呦！天哪！索隆，航海王真人版啊！索命，索隆头，对，索猴也可以。他每个动作都一定要这样，都一定是这样，不是他等下可以很方便。Here we go, here we go, here we go now, here we go。好不好？希望有一点新的创意。看一下对面，来，大马，阿里嘎多，韩老鸭，阿里罗拉，吓你叫吧，我的心内。受够感动，只想要甲你跳南波。很棒，听宝老师追的有点辛苦。蔡圭姐，蔡圭姐，看过像像像，没有，最近烟酒有点过度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想，毕竟是新节目，我还是要带来我的祝福。身为前总统，我在这边要祝福我们的小梁先生，谢谢，还有我们的小叶妹妹，祝福你们的新节目能够收视长虹，谢谢。想不到以前阿扁也是叫马甲落台，今麦叫马甲有人主持节目，所以我要在这边说，如果新政府说我们要用爱发电，其实不用，以后骂他们的声音拿来发电，台湾就不缺电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是老的啦，啊、你们还有招吗？哎，立冬了呢，当然有啊。黄立行，我从 LA 回来，哦，回来特别来祝你们节目收视长虹，谢谢谢谢，打底有我一定行的 ，OK。哦，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因为我是 ABC 嘛，哦，对对对，什么英文字母不会迟到？什么英文字母？答案是 F。为什么？因为 F 啦 ，F。
两边呢都各有模仿啊，而且各有各自的幽默跟内涵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是老模比较厉害还是小模。对，我们来进行第一个单元，就是脑力对决变变变。好，马上要进行的是生活观察家。对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常会看到很多标志啊，或者是图案，它上面其实都有透露着一点讯息。那不知道大家的细心程度有没有观察到它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？对，没有问题，这个没有问题的。因为不管是开车还是骑摩托车，你们都有看到很多交通标志啊，或者是说，哎，那个扛棒上面会特别写什么？对，禁止通行啊，或者是找停车场或找店家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有考过驾照，然后我们还天天在开车，天天在路上跑，所以这三位都没有考过驾照，因为他们多活我们很多年啊，对，所以他们看的比较多，对对对，但是他们最近也忘了比较多，对对，万一他们有出交通规则相关的东西怎么办？很多啊，这也是我们也是 OK 啊，那不得了，走到哪我们都是看，好不好？是，那准备了，要说请抢答才能按铃，好不好？太早按的都不算，好，不让哦。好的，请出题。好，请看一下图片当中的变字，那四个字写着什么字呢？请抢答。老模对，国父遗嘱。国父遗嘱，国民革命凡四十年，其目的在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，及四十年之经验。不好意思，我们都看得到。对，我们都看得到。所以你们的答案是国父遗嘱。国父遗嘱是吗？国父遗嘱，我没有看过这个。我没有看过，我没有看过，我没有看过，这个什么升旗啊，礼堂里面不是都有？没有，只有照片啊，只有照片跟旗子而已。三民主义，吾党所宗啊。对啊，这题不算生活题了，对，这题应该比较算常识。对对对，因为在你们的年代还有三民主义这个课程，有有，对不对？那他们的年代呢？好像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手机没有了。我国小还有，国小还有，我们只有三明治。因为你的年代比较早。对对对，我比较资深。好，好，到底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恭喜答对。耶！耶！这个很。好，没有没有喷他，这个女生没有看过，这时代题了，真的你们没有看过，远远刚才以为是《波罗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反正要打啊，字数不对，反正要抢就啊，算了，就不抢。波罗波罗，这可能是国父纪念馆哦。哎，这个在国父纪念馆里面应该有，也有。对，但其实他的文墨署名是孙文嘛，孙文就是国父啦，所以大家就可以讲他的遗嘱。对，就是国父遗嘱这样。那老模对不小心得了一分，是我们这是积分哦，这一回合的积分够多，你可以决定下一回合你可以先回答。哦，先回答是重要，因为下一回合你一答可能就是一串的回答。哎呦，好不好？是这么难。好，那下面的题目要听清楚啦，好不好？小模队加油啦，请出题。好，这上面是什么字呢？三个字，请抢答。哎，好的，你们先答，你们的答案是。刚刚听到马哥说是消防栓，但感觉是。可是灭火器吧？上面是对，灭火器是一罐的。他说他就是打开来，里面有灭火器是一个乐团。他是打开来，里面有灭火器的啊。消防栓。旁边还有一个电话，别忘了，它有可能是 AED 哦。消防栓应该是一根。在地上，而且下面那个英文字会不会有帮助呢？灭火器，来给我一个锁定的消防栓吧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因为我以前有一个习惯，就看到灭火器，我也想把火的那两点抠掉，这叫灭火器。但是我家旁边这个门口打开就有一个这个，我还没有去抠过，所以应该不是消防。所以你们看到，如果你们家上面是写灭火器，那就是吴尊的。对，就是吴尊，大家可以去找他算账。好了，你们的答案到底是电话亭。根据我两位队友，答案是消防栓。消防栓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恭喜答对。他们算捡到一分了。如果大楼有这个啊，消防公共安检一年就要一次，对啊，一年要申报一次，好不好？那尤其是一些营业场所，这个更重要了。对啊，好不好？那这个东西大家会用吗？会都会用，会会啊，就打电话打起来说，喂，失火了，赶快来，对，就会有人来了，上面有电话，电话，他的门上面就有写操作方法，操作方法，资深的还是呢见多识广，对对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各一分，好了，好，现在平手啦，来来，请出题。好，请告诉我，哎，不要急哦，先帮我消铃哦，他没有说请。对，请告诉我路上的这个标志里面是什么呢？请抢答。
老魔老魔对平交道什么东西？看听，这是平交道的停看听，是吗？是平交道还是停看听？当然停看听。哦，那你们不然是我们难道不是是勿忘我吗？有可能哦。这个名词已经几百年没听过，真的是老魔对，很强哎。你们能不能出难一点的题目？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不能是望春风嘛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是配合老魔对，我们来出的，真的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。哎，停看听，停看听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恭喜答对，耶！这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够平交道可以看到，对不对？好，2-1了，2-1，好，可不可以用点认真、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节目？我们刚才嫌太简单嘞，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请出题。好。我们衣服上面常会看到标志哦，那你如果看到这个三角形两个字是什么呢？请抢答。小魔。啊，一边是水洗，一边是晾干嘛。啊，中间那个三角形呢？我们觉得是熨斗，因为那个形状感觉很像熨斗。熨斗。对，熨斗有熨斗的符号吧？真的吗？是吗？熨斗。那应该就是场次吧？应该就是对脚本上面。你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？烘干，等一下，烘干是一个方形，中间有个圆形的，那个是烘干。那三角形是什么？那就没有熨斗，除了熨斗跟烘干还有什么？来，我烘干是三二一，干洗，确定了吗？确定了哈，顺了。你们如果是你们会选什么？台日台日不止苦了在场人士，更苦了他。永高梁，红高红，温姑高栋红。请问温姑是形容什么呢？是必须公公义啦。你可以说。必须被雷长。爱是错配。你刚才讲哪一段国语吧？你请我来一个三个女人结案。哎，公公爱是错配吗？那一整段字幕小姐都要离职了。你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？干洗，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顺啊！你们如果是你们会选什么？禁止停车。喂，四个字，禁停。漂白啊！如果说情况上班就是不可漂白，哦，不可漂白，是吗？因为马哥他家里面洗衣服都是他洗的，对，这个标志你应该很了嘛，对。所以老师的牙齿也是你漂白，是的，不是这个是每天三次用漂白水，不能这么结束吧？不可以了，干洗，这个答案到底对？干洗，对，干洗。抱歉，答错，不是干洗。所以你们刚刚的答案是漂白。啊，白嘛，漂白，落地白，这个答案对不对？恭喜答对，漂白。这个是，这就是你丢我捡最好的概念。他们是从来没有洗过衣服。其实常见的就是这一些。那像刚刚有一个烘干，就是 LB 讲的一个正方形，中间一个圆圈。那干洗就是只有那一个圆圈哦，因为烘干是正方形加圆圈，你如果只有一个圆就是干洗。干洗哦，对。然后这些基本符号你把它记起来，如果有一个叉叉，就是不可漂白、不可干洗这样子。哦，我这辈子没有洗过，因为他们对面三位收入都很高，所以他穿一次就丢了。啊，就丢了，所以他们没有在洗衣服，他们在洗。我们只是有用人而已。哎，其实大家如果狡猾一点，衣服掀起来就赶快就看到啦。对啊，真的吗？吴佩老师，你好歹戴个墨镜吧。你这一段会需要漂白。对不起。在谈笑之间，3-1了。对。再来下一题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急起直追喽。请出题。一样是图片题啊，开车的时候都会看到，请告诉我这三个字是什么呢？请抢答。哦。小魔队。Kilo，真的，因为老魔对他们就是英文差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的答案是 K E E， 这个答案对不对呢？恭喜答对。很棒啊，很棒。
就这个你一到基隆就会看到这个标志了，好像好莱坞也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本来以为是 RDW 嘞，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那个洛迪白，洛迪白，洛迪白，洛迪黄迪白。好，那我们的比数3-2，恭喜这一回合老猫队获胜。是领先，因为我们这一回合呢，总共是有10题，是对。那前面5题是图片题，图片题。那接下来呢，有一些是台语题，哦，台语台语题 ，OK 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五百老师，五百啊，是的，安奈，哦，那是英文，是的。那这边呢？台语台语啊，专家语言专家，对对对，啊。你不要不要，你冷静，你是方言呐、啊。我的台语家己都听无了，家己都听无了。好，那为老魔队捏一把冷汗了。是，好。那接下来就是台语，台语通，请出题。台湾俚语说，龙高龙，凤高凤，温姑高冻翁，冻翁是形容吃傻，请问温姑是形容什么呢 ？A. 驼背 ，B. 白内障 ，C. 疝气。请抢答。哎，来老魔队。腺气。什么？什么？疝气。错，那么写。腺液系是腺气，必须。你说错啦。你可以说。必须被内脏。液系错背。你那是你刚讲讲难听的国语吧？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三个人的结论。A 系什么？错背。你的答案到底是 A 还是 C？ 我们真的听不懂。那一整段字幕小姐都要离职了。不行，我跟你说。驼背，为什么你觉得是 A？ 吸不可能啊，这个东西不会拿出来这样子讲。吸，对啊，啊，白内障它是要有一定的年纪，它才会有这个白内障啊。但是龙标龙凤天公，因故搞动，因故故到公公公公，哎，驼背哦。就说吃傻的，它会跟驼背的在一起，对，是吗？对，你也赞成这个答案是？但我觉得说不定是隐藏的菇嘛。所以可能是疝气哦，隐藏它隐藏起来了。哎呦，那你们老魔队讲到的答案是 A， 驼背，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？恭喜答对。那个驼背的台语就是温姑，对，那白内障的台语是北来讲。北来讲，北来讲，那疝气就是大家常讲的对灯，对对灯，对灯，对灯，对灯。而且以上的症状呢，老魔队都有。哎，那恭喜你们答对啦！好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比伯指的是哪一种动物呢 ？A. 果子狸 ，B. 蝙蝠 ，C. 蝴蝶。请抢答，小魔队。好好，虾米嘞？哎，吃虾米？果子狸，果子狸应该是龟鸡毛啊。哎，对啊，啊，比伯，感觉是蝙蝠啊。蝙蝠是蝴蝶哦。蝴蝶？蝴蝶？你说蝴蝶？是蝴蝶吗？蝴蝶感觉不是蝴蝶。蝙蝠。蝴蝶，比伯会不会是生的？可是蝴蝶感觉要采蜜啊，它要采蜜的。对，比伯，比伯，对不对？应该是，我们是 C， 是，是，是。我觉得 B， 比我觉得比伯嘛，比伯，我觉得是 B 啦 ，B 啦，那就 B，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有两个 B 了，二 B 一 C， 两个二 B 一 C， 那就 B 了 ，B 蝙蝠，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？恭喜答对！又奖了！那个蝙蝠就我叫米伯，毛人叫亚伯，亚伯对，它像果子狸就是刚刚立冬讲的龟鸡吧，龟鸡吧，龟鸡吧，蝴蝶就是蝶就是呀。你要讲那个英文 yeah， 蝴蝶就是 yeah， 啊你蝴蝶可能会有人说 oh yeah， 就蝴蝶这样。不是追上来喽，4-3哦。哎呦，你们要小心哦，他马上就打你喽。放马过来，哦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轮流作答，好像还蛮没有默契的哈。真的，行，我们默契好得很。好，继续啊。他把老师一直讲。果子狸，我确定，确定，真的是果子狸。然后结果一公布，相信我。对了，对了，其实是烂胎啊！潘老师怎么会这么烂哈？什么这个什么烂？外省人啊！哦，这个他不太了解，对不对？那希望下一题呢，他一样不了解。好，来，下一题是什么？请出题。好，请问神昂啊指的是哪一种动物呢 ？A. 独角仙 ，B. 天牛 ，C. 壁虎。请抢答。小魔，
好，有谁赢了就打平了。确定不是壁虎。哦，沈昂昂感觉，因为天牛很少去形容，就是很少提到。对，所以沈昂昂感觉有仙嘛，那应该是独角仙。独角仙。独角仙。沈昂昂，沈昂昂。哎呦 ，Yeah。哦，所以你们的答案是 A 独角仙，对不对？抱歉，答错。哎，老魔队有机会了，哎，这等于二选一耶，哎，现行了。他刚刚啊，他刚刚，你他妈的，你又觉得独角仙了？我跟潘老师答这个，我就说独角仙，然后潘老师说这就是独角仙，因为我养我他女儿养过，然后怎么这样？应该不是吧？潘老师说就是独角仙。我后来发现我女儿养的是天牛，天牛啊，天牛，天牛 B 天牛，独角仙，天牛。因为那个国军那个有什么那个有那个国军哦，零哎对，好的，你们的答案是答案出来不要壁虎啊，天牛，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？抱歉，答错。叫那个沈昂啊，或者是有人叫沈唐啊，那独角仙叫六角菇，六角菇，六角菇，那天牛就是坎菇，坎菇，坎菇，对，坎菇，所以答案是 B， 壁虎 C， 这个就证明说两队其实都在瞎猜，太难了啦，我长知识哎。那我们呢？这一个单元到目前为止呢，就是我们的老魔队领先，好，四比三，恭喜老魔队。那我们老魔队获胜呢，下一个单元可以先答题，所以我们就接下来进行下一个单元——百变大调查。这个单元是百变大调查，百变。我们的排行榜上面是其来有志啊，是根据网络温度计给的数据。哎呦，所以呢，上面呢的数据是非常具有公信力，然后来考验大家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啊，然后看自己心里想的有没有符合大众。对，跟一般制作单位呢，他们自己呢五六个人，然后自己说是百人大民调那种节目是完全不一样。然后结果六个艺人就说是做百人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不是那样的节目。是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题目是什么。什么呢？哎，题目就是哦，最欠揍的情侣爱用叠字哦，就是那种什么，我要吃面面，我要喝水水，看我这里长痘痘，帮我挤挤，坏坏，对对对对，吃吃吃，鸡鸡鸡鸡，什么？牛牛牛牛，鸡肉牛肉猪肉，哦，看你要选哪一种，牛牛羊羊啊，鸡鸡，哦。这种啊，谢谢谢谢叶启田老师，谢谢。我们上面是一到八名，那各个名次有不同的分数。对，其实名次越高呢，分数是越高。是，可是呢，哎，有时候名次比较后面，因为太难想到，你既然想到了，分数也蛮高的哦。对，所以它是头尾分数很高，中间比较简单啊，然后分数就比较普通。是，没错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老魔队给他一点时间想，让他们先回答。我们不用想，你不用想，不用想太多了，是，对不对？他到现在这把年纪还在讲叠字啊？哦，你坏坏，一定有案例。坏坏坏坏，感觉坏坏，小朋友都会年纪的哦，现在年轻啊，感觉像古装，可能不是那种对坏坏坏坏坏，搞不好你们这边已经用派派了。你这样子坏坏哦，对不对？派派派派派啊，敲派敲派，好的，坏坏，到底有没有？一样都很呆，为何你呆我呆，待遇不一样呢？宝宝，我累累了，你可以帮我按按吗？认真真，宝宝，我累累了，你可以帮我按按按按按按，不行，笑笑，好，几点几点？几点？你们真的？哦，帮我吹吹，帮我呼呼，你那是口急的。他到现在这把年纪还在讲叠字啊！哦，你坏坏，一定有案例，坏坏坏坏哦，到底有没有？哎呦，第二名哎，是不是？是哦，哇，你真的很高了，
他经常在坏坏的，哦，很坏，这是让人家生气的第二名，啊，是， 是， 是，因为有些情侣他会是这样说，佩佩我脚被撞到了，哦，在椅子坏坏，我撞到，嗯，佩佩我撞到椅子，啊，椅子坏坏，椅子坏坏，打打打打，对，这样，然后旁边的听到就继续打哦，啊，嗯，自自杀，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坏坏，坏坏，给人家给人家一点机会，坏坏，哦，对，坏坏也蛮高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得到40分，40分，那对面呢？我们先来一个宝宝哈。对，因为他们那边示范是偏有点不舒服。对，那我们这边示范就是赏心悦目，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来来来，宝宝，我肚子饿饿。哦，这个应该很常有的，赏心悦目啊！你要宝宝还是饿？是宝，你要宝宝还是饿？那你是宝，你是宝宝？我要宝宝，宝宝，宝宝啦，宝宝，宝宝。这个答案有没有？因为他平常听起来很甜蜜，可是如果配上娃娃音的撒娇气，就会让旁边的人很起鸡皮疙瘩。对，像尤其像我们这种单身的，听得更气，更气。宝宝，我累累了，你可以帮我按按吗？自己酸酸。哇，是叶心妹，你讲一次看看。宝宝，我累累了，你可以帮我按按按按按按。笑叔叔，笑笑。冷静一点，你冷静，好，换你答。你答，你答，我们不得了了，好不好？很多其实很多，老师，哪一个嘛？很多了，我们现在碰碰运气啊！啊，宝宝，不要哭哭啊！哭哭，不要哭哭，哭哭，哭哭。旁边两位同意吗？这边很多哭哭，对，我们随便讲一个，随便讲一个。我们现在分数先抢下来。有很多，可是会不会有在这八名之内啊？一定会有，一定有，因为这个在这个哭哭在传简讯 LINE 里面都会出现，常有哭哭、难过哭哭，对，好，想你哭哭。这个答案到底有没有？有啊，有哎，第六名哎，哇，才第六名，第六名，啊哈，因为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哭哭哭哭，人家觉得你是有公主病还是王子病啊？对，对，就不要乱哭哭，要坚强一点，对，坚强一点。好了，过去过去，是，恭喜再得20分。我们等下不回来哦，你们就不要打，没有什么，好不好？加油了，叠字真的太多了，太多了啦。欠揍的话，我觉得要最欠揍前八名，最讨厌的啊，或是你轻轻感觉蛮欠揍的。亲亲亲亲亲亲，哎，真的蛮欠揍，真的蛮欠揍。因为他亲的时候还会看到牙龈，更讨厌。真的蛮讨厌。请问，请问，亲亲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有啊，高了太。哎呀，第三名40分。8000多票，对，因为青青就是在放闪，很甜蜜，但是旁边的人就是一样会觉得翻白眼。哎呦，好不好？也是很欠揍的叠字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另外一组欠揍的，不是，不是，怎么样？你们有答案吗？没有就没有嘛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忽略，我们不能忽略平常这个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事情。嗯，这个是在我们教育中，我们也常常会讲到。嗯。你色色哦，哎呦，色色，情侣之间常常会玩一些这种小游戏，对，来探索对方的尺度在哪里。然后如果不方便，就说今天不能色色，不能色色哦，色色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五位啊，第四名，声量是17281票，对，因为旁边的人听到会尴尬，你们两个之间的情绪，旁边的人就觉得哎呦，会有画面，对，要色色哦，你不可以色色，色一下，色一下，哎，你们答对嘛，对不对？刚答对，但是你们80分，对面90分，对，因为分数的问题啊，我们的比较少，对啊，没关系，哎，你看，其实他们先回答哦，他们等于是先回答了一round，但是分数还是落差10分，是，所以排名名次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对，那还剩下第五、第七还有第八名，然后怎么办？好多，怎么办？要选哪一个？啊，这个东西它甚至变成一首歌，哎，什么歌？什么什么？呼呼，哦，对对，呼呼呼呼，啊，我的那个，你受伤了，我帮你呼。这个答案到底有没有？那个没有。什么？来哪一个？秀秀秀秀秀啊！不痛，给秀秀秀秀秀秀，不要哭哭，我给你秀秀。这一般是对小孩子，但是如果情侣或大人之间用，有点恶心。啊哈，秀秀。等一下，其实我们还可以。
怎么讲？对，直接讨论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你要秀秀完了之后呢，就要有真正的答案了。什么答案？答案就是爱爱。什么？怎么样？爱爱。爱爱，我们要爱爱，就色色吗？没有，可能跟色色是一样，不一样。好，开始各怀鬼胎了。色跟色，爱跟爱不一样。色是出去的，爱是要动。怎么了？色动，不要比。我觉得动，色动。好了，爱。这个节目有尺度，我们用秀秀。你来讲，那你来讲好了。倒数五秒，到底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秀秀，秀秀。这个答案有没有？对，没有。哎，来来来，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哎，对，而且是吃火锅的时候会遇到的。火锅哦，天气冷，刚好吃火锅嘛。Baby 可以帮我夹肉肉吗？哦，有。妙妙，肉肉肉肉肉肉肉，不只吃火锅，搞不好也可以用在别的地方。对，过来帮我，不是，帮我夹肉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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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个意思。肉肉。这个答案有没有？肉肉是在第七名，43763票。对，这个肉肉烫烫帮我呼呼，女生不是都这样？哎，这肉肉烫烫帮我呼呼，帮我呼。什么脸？呼呼巴掌，好不好？你演一次，真的很来。肉肉肉肉肉，帮我吹吹，帮我呼呼。你那是口急吧？你那是不是口急？好不舒服。没有关系，输不输不重要，分数有拿到。对，有。好，分数已经拉高了嘛？对。现在很关键哦，脑膜80，小膜120。那我们上面剩下20跟30的，所以待会我们过去，如果他。没有拿到分数，那你们就直接获胜，应该就赢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如果没有拿到分数，我们总不可能就没有意义了。而且其实这一轮你们先的嘛，其实我们很想爱爱，但是我们现在爱完之后，我们觉得你们很棒棒。哦，好棒棒，好棒棒，好棒棒，你们很棒棒，棒棒，你好棒棒，棒棒，这个应该有吧？对，这个就在你刚刚的爱爱后面，对不对？就出现棒棒，公公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可以有一次有一个统一的，有，因为他在旁边一直在那边讲，不是我一直想，呼呼啦啦，对，对不对？棒棒，这个答案棒有没有？哎，棒棒是第五名，二棒，对，13013票，是不是？哎，他们起死回生了，100比120嘞，这是关键的一个，只差20，因为这个是30分，30分，他们赢就赢了，他们赢说不定就反败为胜，有了，有机会哦，防范，对。哎，其实第八是最难，最难，最难的。它既存在，你又不能太普遍，其实不好猜。所以这个答案是比较不普遍的吗？因为它都排到中间啦，应该是中间。狗狗妈妈，狗狗妈妈这种吗？花花车车。车车，真的吗？车车，痛，三，痛，一，痛，没有呼呼，说不定有痛，没有要抢答，我们要抢答，对，痛是不是？痛就这个答案有没有？啊哦，鸡鸡，鸡鸡，不是没有，他是鸡鸡，我是鸡鸡，我是鸡鸡。不要被我误导，不是。哎，我觉得我觉得，对，哎，第八个很难，很难。No， 大声，我觉得，哎，太多了。请你这样讲，我觉得，我要，我们讨论一个题目。浅钱，这不能用你的价值观在想这个答案。可是我们有别的想法。但是我是觉得，其实情侣之间常常会这种，给我浅钱。对，我常常听到你是要给我钱钱，给我钱钱吗？钱钱，钱钱哦，五，我觉得四，相信我一次，三，钱钱，二，男女朋友之间，到底还要不要再相信安若迪老师？之前他讲独角仙、天牛都是错的，答案是壁虎，你们还要再相信潘老师吗？你们的答案不用讲那么多，钱钱，如果没有钱钱这个答案，就把你画成龟鸡吧。贵气吧的，到底钱钱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八名，真的有4600万，你终于有中气。我们本来是想要想，谁说要帮我画个八字？
你，没有，你公公婆婆就除以二了，票数就不会高啊。哦，对，啊，浅浅是就是，因为我发现我常常听到男女朋友会在给我浅浅。Uh-huh. 对啊，对，我要钱钱。你要钱钱干嘛？我要去爱爱啊！啊，对，哎哎哎！来，各位来宾请注意，我们播出时间是7点。七点。Yeah. 我要去做爱心，我做爱心。对，给我钱钱，爱心捐款，爱心。对啊，你像有时候去情侣骑摩托车，有没有下来？女生已经进去便当店，又走出来，哎，我没带钱钱，给我钱钱。哦，对，就让我。对对。OK， 看吧。经过了一番的激斗之后，是，还有我们老魔果然是宝刀未老，宝刀未老，对，130-120领先10分，所以可以进入我们最后的百变终局之战。唐红镇与新台币失之交臂，原来后面有猫腻。新台币200元上的人物是什么人呢？我放弃。下一题。新台币500元上印有哪座山？玉山。下一题。我觉得你对钞票好像不是很熟。对啊，对啊，他都是黄金在交易。啊，这些黄金在钱，期货概念，冲了1000米而已，现在用钱的了。OK， 我把我的 Line Pay 删掉。百变终局之战，我们的节目怎么进行？是由刚刚获胜的老魔队来挑战我们的百变关主，两边各有99秒来答题，如果答对，时间就可以冻结；那如果答错，时间就继续往后倒数，最先归零的就输了。哦，那赢的呢，会有我们价值10万元的家电组合。是赢的可以获得50寸4K 剧场级轰天雷液晶显示器，还有475公升大容量的变频3层冰箱，以及黑金自动调节室温陶瓷式电暖器，还有煮饭汤公公的微电脑、后补电子锅，以及无线无刷马达吸尘器。哎，加油了，你们就差临门一脚了。那但是我们关主也来头不小了。对，今天的关主非常厉害。首先第一位游杰彦律师，大家好。律师是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，他的专长是遍及美国、中国以及台湾3地的国际法律，他都非常精通。哇，太酷了，太酷了。接下来第二位是方慈生的国家高考营养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毕业于台大食品安全研究所的硕士。哇，这两位呢，就是来要你命的。哇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长得漂亮的、好看的都非善类。是啊。你怎么可以说我？没有，不关你的事，你是不是？你忙你的。不好意思，他说的是我。哦，哎，两位你们别忙，好不好？啊，哦哦，好，没你们的事。准备好，你们第一位派出的是我们的从头，就这一位了，从头到尾就这一位。啊，从头到尾，万一他答得很烂，可以换人。对，我们不会换，我们大会他就好，那从头到尾，因为我们俩都累了。因为大会考量到你们老魔队慈悲为怀，如果他真的答不好，中间你们可以换人。哦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两边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哎，嗨。好，我们要来开始进行。对，百变终局之战，请出题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志有几个圈？5个。正确。安平老街位于台湾的哪一个县市？台南市。正确。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是谁？李登辉。正确。法国国旗是由蓝白跟哪一个颜色组成的？红色。正确。想举报诈骗，反诈骗专线是几号？正确。哪一颗行星从九大行星当中被剔除？冥王星。正确。新台币200元上的人物是什么人呢？我放弃。下一题。洋芋片袋中的空气主要是什么气体？氮气。正确。2024年奥运由哪个国家主办？法国。正确。玉米笋在食物六大类当中是哪一类的？淀粉。下一题。答错。著名的格林童话是出自于哪个国家？挪威。下一题。台湾警徽是以什么动物为代表？鸽子。正确。名画《呐喊》当中，主角站在什么地方？一座桥上。正确。台湾总统府的地址是在哪一条路上呢？接受路。下一题。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从哪个朝代开始建造的？秦朝。正确。全世界土地面积最小的是哪一个国家呢？梵蒂冈。正确。飞鱼祭是哪一个原住民族的祭典？蓝屿。达悟族。正确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三国枭雄是谁呢？曹操。正确。台湾电动汽车车牌是以哪一个英文字母作为开头？正确。菊花肉是指猪的哪一个部位？嘴边肉。正确。
常见的龙须菜，它结成的果实叫做火龙果。下一题。知名韩团 BLACKPINK 成员有几个人呢？五个。下一题。卡通《名侦探柯南》当中，柯南是几年级？五年级。下一题。不为五斗米折腰典故指的是谁呢？陶渊明。正确。水瓶座属于四大星象的哪一项？风象。正确。好。哇，哎，刚刚有几题，好可惜啊！对啊，总统府横的是重庆南路一段122号，所以，然后凯达格兰大道是直的，直的，直的，所以我们游行才会聚会在凯达。哎哎，这一题陷阱题耶！凯对，凯达以前的名字就叫介寿，所以真的是差一点点。那刚刚虫虫哥还有一题，就是新台币200元上面的，对对对，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是那个叫。台一个台湾人那个就讲两百元讲渭水了，不是蒋中正，蒋中正两百元上面的是100元，上面是国父孙中山，那200元是蒋介石，是吗？绿色的，对，绿色的，绿色，因为200大家比较少，对，那何况你呢拿2000的去那个菜市场，人家就叫你走，哎，别嘛，对，还有玉米笋几年级？玉米笋其实是蔬菜类，蔬菜类，对，蔬菜类，对。然后柯南一年级啊，对，小学生。嗯 ，BLACKPINK 对啊，我们应该答错，太急了。你讲五个，四个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龙须菜的果实是不知道，火龙果吧？佛手瓜，佛手瓜，佛手瓜。哎，二一看，都已经答错，还要做效果。对，差不多就这几题啦，很可惜。对，格林童话是德国。德国不是丹麦。对，其实格林童话是德国的一对格林兄弟写的，他们刚开始写出来都写一些比较爱啊成人在看的，后来是那有一些作者发现说，哎，这不适合念给小孩子听，才把它改得比较梦幻。像原版的哦，可能白雪公主要杀她其实不是后母，是她的生母啊，因为她生母发现白雪公主跟爸爸有染。哎呦，这是后面这个版本我比较喜欢。可是听你这样讲，我会想看他跟七矮人的发展。对，其实他也每个，因为他跟一开始每个，你刚刚有讲每个，对，因为他一开始跟爸爸，所以他习惯跟年纪很大、成熟的男生哦去相处。那潘老师有希望了，哦，开心了，潘老师有希望，开心。那现在其实虫虫哥是32秒，然后我们百变馆主这边呢还有60秒，哇，时间差了将近一倍，哇，对，这个秒数有大很大的差。接下来从你先开始，好。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了一下？马丽，答的很好，落后30秒，够快，对。是这两个烂咖都在害你，什么烂咖？你不懂啊？不，我们累啊？哎，对。啊！我觉得你是最稳定的，最稳定的真的是虫哥，真的很厉害，好强。那继续喽，来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那老师请出题。妈祖的生日是在农历几月份？五月。下一题。若把毛给剃掉的话，斑马会是什么颜色的？黑色。正确。绿岛是属于哪一个县市的行政区呢？台东县。正确。新台币500元上印有哪一座山？玉山。下一题。在台湾，电动机车要满几岁才能够骑乘？16岁。下一题。迪士尼公主当中，白雪公主只有几岁？18岁。下一题。千里共婵娟，婵娟指的是什么呢？是丝绸。下一题。哆啦 A 梦当中大雄的日本姓氏是什么呢？时间到。大雄的日本姓氏，大雄叫什么？野比大雄。对，哎呦。然后千里共婵娟，婵娟指的就是月亮。月亮。对，月亮就叫玉婵啊，或者是玉盘啊，对，婵娟嘛。然后像迪士尼当中呢，白雪公主是年纪最轻的，只有14岁。我觉得你对钞票好像不是很熟。对啊，都是黄金在交易啊，期货债券，就是都是千里而已，千里方便在用钱的啦。我把我的 LINE Pay 删掉。新台币呢，那个500元，上面的是大霸尖山。大霸尖山，你刚刚讲的玉山其实是1000元上面的。对，1000元不是四个小孩。背面，1000元其实背面有很多台湾特有种，
然后还有那个玉山这样子，对，野生种特有种。然后在台湾，其实你电动就那种两轮的电动机车要14岁，14岁就可以了，这么小，对，不是摩托车哦，是那种很慢很慢的那种电动机车，那时速只要25、30，电动车啊。所以白雪公主来台湾，她就可以骑了，对，可以。那她14岁，那我们的关主很厉害，竟然还有55秒，哇，根本没错啊，50秒别浪费，你们聊一下嘛，镜头就带你们的特写，成长，太厉害，太厉害。好，那我们谢谢虫虫哥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呢，你们选了虫哥最后来答题，真的是对，是对的啦，对，因为凭你们两个，应该玩不到那么后面。哎，你讲什么话啊？真的不能玩，我们也可以站在那个地方。其实刚刚站那边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刚刚第二阶段应该我上去。对对，你看上去干什么？真的是马后炮。他刚刚不是说你们是一定是堆积把它打错，一个说我不上来，现在说上。对啊，好不好？你们那边有缺人吗？你们那边？那你们刚刚的题目你们都会吗？还是蛮难的，真的蛮难的，有压力啊。是，还是要再次谢谢两位关主帮我们守下来。谢谢大家参与，谢谢。那我们百变智多星，下次见，拜拜。